耳麦干扰收音机 ，KO 听需大口气啊！好多学生同我讲，考中文 listening 用我哋部收音机，前后至少三个考生都要入特别室啊！哈哈，死未？就系前日 Facebook 呢一句，搞到伟大嘅 Alton 战士又要认衰啊！佢讲紧嘅其实系星河补习社卖嘅呢款128蚊起嘅全公型收音机，加埋 Facebook 句嘢，即时惹嚟网民无限联想，认为部机有干扰功能。闹爆 KO 听为人师表，竟然教学生损人利己，太冇品啦！咁当事人啊即刻删 post 兼高调反驳，成班人都冇知识嘅，不如话我大口气吸晒你啲氧气啦。我哋问过 KO 听，佢话部机只系多咗条天线，好似佢个头咁，咚喵咚喵咚喵。收得好啲，但就唔会干扰到人。维果说话引起不满，愿意道歉嘅。不过星期六就轮到考英文 listening 啦，好多考生睇完即刻去星河扑机啊！咁所有分校寻日都沽清咯。考评局就话，至今收到几宗有关查询，强调如果考生违用改装收音机，监考员有权要求佢去特别室度考试，证实干扰到人，仲会被惩处添，亦可能违反电信条例要坐监噶。Alton 战士送翻你句金句俾你啊！醒少少，就唔使俾人秒啊，啱唔啱啊？唉，阴鬼公啊！